用我的电脑玩一下，好吧，兄弟。哎呀，就是我这个蛋不是一按就放出去的吧？对，不是，啊，是，你要怎么？你要瞄准吧？对对对，就所有技能都要瞄准啊 ，W 也要瞄准，嗯，就不能直接射啊。OK， 那个，有弹幕说我瘦了吗？对啊，这才刚刚开始。主升什么 ？W。W。W。买这个出门是吧？对。他们方向好的。还也只能买一个眼眼那个黄色的，对对对。哇，对面知道哎。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哎呀。F 是闪现啊，别听他们在那说什么换子弹。哈哈哈哈哈。错了，操！可以打人，打人，打人。哦，捡灯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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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哎呀，捡灯笼！他那个东西捡了就移到他的旁边去了，还有这样的？对。哎呀，这个薄得很，这个好严厉啊！这个鞭啊，过来，你捡灯笼就疼了，捡灯笼，捡灯笼。打他不过来，这个真的解不了。有些可以解，出啥？可以出攻速海马，这个快一点。先出这个是吧？出我想想啊，一、二、三，点，结束他，结束他。你要跑后面，派克。跑不过。呀哟！妈的，他们永远他妈好几个人下来，真他妈不烦，我操！哎呀，气得很。好气！好枪！看看妈的！你为什么点这么猛？给一发狙！给第二个也好了。把东西可以打架打人，操！准备点，准备点，准备点！哎呀，这人是不是他妈的神龙啊？龙！哼！甩狙啊啊！顺的啊，我要顺的啊！看他们敢冲啊，就看打哪个。呀，这怎么没过得了？打他呀！哎，顺住了。哦，飞走了。还可以，快要完了，哎呦，这个鞭，这鸡蛋是什么东西的话，哎呦，一进来就秒我，我操，哎呀，我操，哎，好气啊，嗯。哎呦，这大没打到，哎，也打不了。闪现，对，二连。哎呦，这个逼他妈一追我，我就走不了，我操！你知道你刚刚要怎么操作？你可以杀他吗？你可以跑吗？他过来的时候，你极限距离袭他一下，然后两个一起按就跑吗？那边上了，小心，一个减速。来。他妈的，他不杀我是啥意思啊？啊！你为什么刚刚在砍这个家人？不是这样啊！直接按，你在嘲讽他，你知道吗？要按啊！不要直接按就行了是吧？直接按，不要按 Ctrl。
哎，我以为跟点技能一样的。把他激怒的。我认。那还能减我速的呀？我来了，来了。我还在那跳舞。哎呀！没事没事，一万一万一万。看到没有，这个人别怕，有我在，就这个老猛，老猛，老猛。他装，他这装备的超猛。嗯，大家说实话，我被你骗了。你来，可以。来，那你，我帮你来一个最终细节，好吗？